南韩一名16个月大的女童证人遭养父母虐待致死，南韩的虐儿修正法律因此被称为证人法，今后政府接报必须立即调查，民众更要求对施虐者处以死刑。但用重刑能否遏制惨剧再发生？家国纵横星期五东岸时间晚上7:55，西岸时间黄昏4:55，城市电视播出。新民航之家国纵横是由新民航申荣燕窝药材行赞助播出。